过年打算去泉州旅游，你们泉州的年味很重。听说你们文旅为了陪游客过大年，把家底儿都掏出来了。啊？彩街是啥？全城的老百姓都得出街当气氛组？什么？居然连神龙和他九个儿子都召唤出来了？尔滨男，你那些招式不好使了呀！年味这一块还得看我们泉州，赶紧点赞收藏起来，我把这些活动帮你们做个笔记。这个停了20年的彩街活动，划重点啊，时间是正月初六的晚上，十几个区县把憋了20年的绝活都亮出来了。主要表演区我放在视频末尾，你们记得截图保存。再有就是我们泉州的元宵节花灯，腊月28就挂上了。金鱼巷口更是有将近20米长的大型国潮龙灯，10龙9子的大型装置，这周也会陆续上街。去年的兔子装置你们刷到过没有？有合照的朋友们在评论区贴出来，与我们的客人们分享一下。今年记得寻龙打卡，关注泉州小爱，带你玩转泉州。